在已经八月份了，我还戴着口罩，已经戴了5个多月了。我们州是科罗拉多州，情况还是比较好的，一共有49000人生病，1800个死亡，最近情况还比较好。我后面这一家是一家酒庄，美国的葡萄酒非常便宜，品种也很多，汇集了全世界各地的葡萄酒和各种酒。看一下啊，美国的酒到底有价格是什么样。我从大门口进来了啊，这家酒店非常大，这是法国进口的酒。然后这边是应该是啤酒吧，放在冰箱里的。啊，这是意大利进口的。这么多，天哪！这个是阿根廷。智利、新西兰、澳大利亚，这是德国的，这是我们本州的。太多了，这是大概的情况。我少一千。这大概，这是法国的酒，这大概是酒的类型吧，我也不懂。然后这个价格是39块，这个是比较中档的，59。这个是两瓶750毫升的，两瓶20块钱。这个16块钱，这个稍贵一点，70块钱。这个酒，这个13.99块，是什么？这边都是10几块钱的，14块、13块、14块。这个都是比较，哦，这个很便宜，这个才9块，9块9毛9。这是法国的酒的，意大利的酒。16块多，16块，12块。这些都是10几块的。也是意大利的酒，稍微贵一点的，中档的葡萄酒。这边是智利的酒，也都是10几块钱，19块钱，这个稍微贵一点，39。这个10几块钱，这是智利来的，南美来的酒，葡萄牙的酒，澳大利亚的酒，南非的酒。我看南非的酒，18.99。是威士忌，看一下威士忌的价格。
别的价格。这也是威士忌，这个50块钱，这个小包装的25，这是99，这是49。些日本的酒，美酒啊，什么米酒啊什么的，有少量的日本酒，叫 box wine， 特别便宜。你看它相当于34杯才17块钱，5个 little 5升才16.99块，非常划算。这里卖的全部都是 box wine， 装在盒子里的。酒店里面太多了，太多太多了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这里有全世界各地的酒，各种各样的酒，很多很多。